我要拍一段关于黑猩猩的影片，麻烦你啊帮我充当一下摄影师，谢谢喽。啊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于美伦，今天要为各位观众介绍的啊就是这只黑猩猩。由于黑猩猩啊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9%哦，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最接近人类的一种动物。虽然黑猩猩很聪明很像人类，不过啊他们还是具有兽性哦，有可能会攻击人类哦。摄影师，你不用紧张，他被关在笼子里啊，就一点危险都没有喽。你现在的处境很险恶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哇，这只黑猩猩未免也太聪明了吧！它居然还会开锁啊！我的天哪！哎，你不要靠近我，我不喜欢你这种浑身都是毛的家伙。哎，你想要吃香蕉，不要来找俺啊！俺身上只有一根香蕉，不可能给你的。